我已经决定了啦，明仔载吼，你居民啊，你就去辞职。安尼啊，才会当对得起吼，支持咱平价的选民。安尼哦，你才袂继续破坏平价的名声啦。安尼才会当弥补你的过错。哎呀，我怎啊做了唔对？啊，不过我若是无做议长，是要怎弥补？就我继续做议长，才会当弥补啊，敢唔是咧？你莫甲我讲遮有诶无诶来拖时间。经过遮侪年啊啦，你有真侪机会会当去弥补做一寡代志。啊，你是做了啥？你若继续做议长吼，你伫诶外口啊，牵诶遐财团诶势力吼，敢会帮你煞？你想要弥补？你得先停止作业。你若落台吼，遐消贪的人哦，都袂靠势啦，四月也无用武。所以哦，你一定要辞职。阿兄，前面是有做唔到代志，啊，不过偏甲政治江山这么简单咧爬落来，啊，你着放弃，敢会受过苦伤啊？咱偏甲这几代。受到地方上的尊重，虽然讲出一个居民这么自私的人，也不过一家财啊。平家的子孙啊，阁有真济人啊，会当仰望的。所以我想要为平家的这事实内底啊，拣一个人出来来接替伊的位。来继续维护咱平家的政治制度。啊，哎呀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，爱立新出来算？对，就是立新，平平是你的后生啦，哦，立新就甲你无同款，伊的个性啊，非常稳重。做代志啊，阁真认真。家在哦，你有立行这后生哦，那么哦，咱平家政治之路，你规划花去啊！大伯，你安尼大细心呢？伯伯拢无捌过政治啦，我对你阮爸身躯边啊，二八十成，毛七八成，啊立行呢？伊学院一毕业啊，就四界拍拍走啊。我至少吼，搁对伫阮爸身躯边啦，乡亲嘛较捌我，哪会当使出来做空降部队啊？你对恁老爸学了七八成，七八成啥物？啊？乌西啦，官说啦，吼，收银啊啦，干那七八成？哦，我看你同无学了九成啦。我上讨厌这款的啦！我就无可能啊，叫你继续来接班啦，真无简单啦、啊。咱平家出一个会晓读册，过会当啊，读个医学院。你外口啊，你读医学院啊，大部分啊，那不是为着名啦，就是为着利啦。要无利息无同款的，伊都无爱赚钱啊。你搁走去国外去做什么无国界医生，去服务遐外国人？啊，伊对阿东啊都这样照顾啊，伊都无可能啊会亏待咱的乡亲嘛。所以啊，我就决定啊，要将这个重担交予伊，安尼啊才会当继续维持咱皮家的政治之路，会当挽回啊一挂名声，会无听到？也做了更加好嘞，对不？老院长，你以前确实会晓读册啦，啊，不过读册甲捌政治是两回事。诶，你拢无咧看电视哦？啊，有真济啊，读医的哦，拢解读咧捌政治，
这真正常嘛？你先啊，对你自己后生这么无信心嘛？不是啦，我是真正认为智行，伊无经验啦。金花啊，阿爷拢已经决定啊，你就莫搁提示啊。我嘛相信智行会做了真好。智行，阿爷知影你就是要做医生的，也毋过行政治这条路嘛是会当救人。伊就试看卖啊，伊就先做一届，为咱平家打拼一下，算阿姨甲你拜托。对啦，武美啊，你莫甲立行斗三工，立行啊，你就莫遮紧张嘛。有你武美阿姨，还有你妈妈哦，甲你支持。我相信啦，你袂拄到什么困难的啦，哦。好，啊，就安尼决定啊啦，哦。这后一届啊，就例行啊代替咱陪个出来选，哦。老院长，有人家讲要找你哦。哦。歹势，叫伊啊。这是阮某，不是杨小鱼，莫阁叫唔着人啊！哎，你走来阮家是要创啊？啊，你当作阮家是恁家的灶脚哦，要来就来哦！你无看到阮在遐开家族会议哦？李勇啊，哦，恁俩安尼无礼貌啦，啊！还是恁朋友，啊，你无想介绍诶，甲厝内底人介绍一下啊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洪立宏啊，你袂晓讲话，你莫讲话啊！还是借问啊，恁两个是？阿兄，这两位是影视集团王总裁后生，还佫有新妇。老一定，歹势，甲恁家要，我是王尚豪，这阮某高仁美。是讲啊，今仔来有甚物代志啊？啊，阮即马正咧开个家族会议。哎，你的代志是不是会当小等下讲啊？啊，老院长，歹势啊，我有先去问院长办公室的主任，伊讲平家的人拢伫遮开家族会议，我才想讲专工来一撮，把所有代志讲清楚。你那着急，来，你先讲，你讲。其实代志是安尼啦，跟阮某有关系。啊，就即阵嘛，洪立宏一直讲阮某是伊的女朋友杨小鱼，啊，阮就无识识什么杨小鱼。伊伫个教育阮某，甚至是去加动手的，已经造成足大的困扰。所以我才想讲哦，要找平家人讲清楚，是毋是会当麻烦彭丽红，莫再来教育阮啦。生了感病哦，是有可能啦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伊是小鱼啦。这段时间哦，我看足侪高仁美的新闻啦，我知影杨小鱼甲高仁美无同款的所在。而且才拄好，前一阵啊，高仁美啊有发生意外，啊失踪去，啊才要阁雄雄出来。小鱼失踪的时阵，拄好是高仁美出现的时阵。既然杨小鱼是你的女朋友，伊为虾米要离开？就恁两个袂合，伊才会逃走啊。安尼你就无资格去教育伊，你家己的女朋友拢无资格啊。搁再讲这是阮某的，你就搁较无资格。我听你咧唱歌啦。我甲小鱼敢是足好个啦，伊就是杨小鱼啦，我无可能认唔到啦。我想哦，伊绝对去用骗伊啦，才伫你个身躯边哦演高仁美啦。高仁美唔是有一个双生仔个妹妹，叫做张仁心，叫伊来验啊，验 DNA 啊。是毋是要验 DNA 是阮个主，无需要配合你。而且你今日太济个人个时阵，硬要甲掠走。已经造成心内底足大阴影啦！我特别甲你讲，我去申请保护令啦，唔准你去接近伊。有听到无？我即马有保护令，禁止骚扰、跟踪、接触。你上好是离我较远个哦，至少爱有几千公尺。你若是犯规哦，伫咧几千公尺以内哦，我就告你。Yes， 送啦！什么保护令啊？你两只马当我塑胶是毋是啊？
我无咧管保护你这件代志，我嘛继续查啦。我今日唔是来辩论的，黄丽宏，我警告你，卖过来找阮某啦。严心定的，迄拢是无聊的代志。要找你的女朋友，你家己去找。我甲你提醒哦，你讲你的女朋友留遗书，互你讲已经死啊。你若真正想要相骗伊，佮用这款的傲步讲甚物假死，迄就证明哦，伊是真正就讨厌你。你若继续甲交友，你嘛是犯法的哦。我甲小鱼的感情，你凭什么你还叽叽嘟嘟啊？小鱼哦，没这种人，我甲伊感情最好个啦。搁再讲啦，阮即马伫开家族会咧讨论接班的问题呢。啊，你走来甲我讲这种代志，你有礼貌无啊？什么礼貌，我是无咧管啊。啊，不过对我来讲，阮某的安全才是上重要的。参像你这款，靠自家己家族势力，就是你家己化作会跟动的人。那伊真正接班哦，我就真正靠袂起评价。你这个臭孙啊！你嘛是靠王三娥讲话才敢大声啦！我跟你讲啦，这边无你惊你的啦！你黄立宏，别人好好讲话，你煞要甲人拍？你是当作出来无大人，较站直的啊！黄立信，你是啥啦？大伯和你接班，咱嘴讲袂，想要做爽的对无？你凭什么听到我红声？你讲话敢硬呢？这么大声，有事大滴的，根本就无你去卡同学分啦。哦，原来要加班不是你哦，安尼好，安尼算个平价受监工啦，头脑就清楚的。那小你加班哦，唔着拍歹平价百年名声啦。那准备动手啊？老舅，快水调料。队长啊，你哪会雄雄走嘞？有啥物代志啊？老队长是安尼啦，有人报案讲，恁彭丽宏当街掳人未遂，这已经犯着妨碍自由和恐吓伤人顶罪啊。阮即马已经接受报案，所以要请彭丽宏先生倒转来一撮，把所有代志调查好清楚。恁敢有证据啊？无证据就来抓人，这定数是唔对的呢。有啊，哇！我是真正老丁，歹势啦，我先公事公办，刚刷走。是，大伯，甲接班这么重要的代志交给我，我实在是感觉足意外的。但是嘛，袂用讲无欢喜，会当予大伯这么看重，实在是我的荣幸。啊，不过我家己知影，我根本就毋是做政治的料啊。到时哦，我若是做无好，担袂起，一定会足失望的啦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行啦。你想看卖，你遮尔贤读册呢，拢已经做甲医生啊，迄做者议员啊，立法委员，也是讲迄市长啊，有无？迄较早嘛拢做医生的啊。啊，像我甲你妈，阮两个人伫你这年岁时哦，阮甲你同流连的。啊，即摆毋是讲阮一个土方工会理事长，啊一个农会理事长，是毋是？你比阮两个搁较巧，你一定会用的啦。哥，莫讲对我遮来好无啦？啊，若毋是齐明，咱两兄妹啊，敢有今日即个位置啊？无你看咱三个哦，早着伫咧外面流浪啊，哪有迄个能力通栽培你成做医生啊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我伫咧平价，走头走尾无我的名。啊，嘛好加在市民不是迄种无负责任的人啊，咱才有这么稳定的生活啦。我嘛就感谢爸迄时阵哦，我对嘛负责任。虽然讲无名分，啊，不过甲我照顾就好个。对啦对啦，人你讲哦，食果子就爱拜树头，吼，啊，食人一口，行人一道，这点哦，咱必须做得上好。啊。话讲转来啊，虽然哦有爸的牵情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阿姑、干妈，恁本性就足适合的，所以讲你做甲足好个啊。